海外网一月二十三日电，美国当地时间周日二十一日曾呼吁土耳其确保其在叙利亚阿夫林区军事行动规模和持续时间有限。对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当地时间周一二十二日回击美国称：“美国让土耳其不要待太久，那么美国自己已经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待了多长时间了？”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二十二日在出席一项颁奖典礼开幕式时,时表示：“当我们达成目标，就会结束在叙利亚阿夫林区的行动。”埃尔多安说：“美国人说我们不应该持续太久，那我要问问美国，你们在阿富汗多长时间了？什么时候结束？我们执政之前，你们就已经在伊拉克了。你们在伊拉克的行动结束了吗？你们还在那儿？” 埃尔多安强调，土耳其并无计划接管其他国家的领土，并最终会撤出叙利亚土地。他重申，土耳其军事行动不是针对库尔德人，而仅仅针对恐怖分子。据报道，埃尔多安表示，这次行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叙利亚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并维护叙利亚的领土完整及土耳其的国家安全。此前， 土耳其自当地时间周六二十日开始，在叙利亚阿夫林区展开橄榄枝行动。土耳其方面认为该区被库尔德武装占领。该次军事行动从大规模空袭开始，随后开展地面进攻。土耳其总理比纳利耶尔德勒姆当地时间周日二十一日表示，该次行动的目的是在叙利亚境内创造一个三十公里的安全区。 叙利亚政府称土耳其方面的行动为侵略，要土耳其保持克制，并尊重叙利亚的领土完整。